这位种植户，他有好几个大棚，他在家里做了20多桶环保酵素，用于棚里的种植，土壤改善比较大。他一桶是400多斤嘛，他做了20多桶。摘摘叶子，或者是皮皮铲。那比方说摘的时候用不用雇人？用了有效果以后就会持续做，持续用。只要用了呢，这个几乎每家每户都既能减少垃圾，又能对我们的作物好，又能对我们的环境有帮助。